南宋末年，宋帝昺四大护卫之首马嘉烈流落香港。辗转八百年，十九代传人马飞龙文武相传，成为一代宗师。喂，你偷命噶？但是时不利系，他遇人不淑。含冤莫白。屋漏正兼年夜饭，细力啲得唔得？但系佢不屈不挠，唔靠女人，唔靠男人，唔靠后台。你睇下我只表，你睇下，就靠一股正气。终于绝地翻身。假作真事乜都假，乜代宗师。